王一博天天在现场就是这样对我，他刚叫我从这里跳下去，轩太可怕了，你不要诬陷我。我哪说过你不要诬陷我？王一博，我那句话又来了，算了不说。我对江晨经常说这句话，是吧？虚伪的人吗？不是，你知道我要说什么话？说什么话？说什么？我经常对江晨说，每一次江晨不承认他做的事情，我就要对他说一遍。说什么？不要说，就不对你说了，我觉得不好。没有啊，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太热了，水能比较凉，所以说我觉得你下去冲个凉会比较舒服一些。就是说跳下去就会凉快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，好体贴哦，一博。对，或者是你可以把鞋脱了，你看船在这边有水，你可以。看看看看，这就王一博叫我把水伸到这个，叫我把水伸，叫我把脚伸到这里面泡脚。你看看啊。就会凉快一点。Oh yeah, cool man， 真的特别体贴，特别好。王一博，听说你们昨天拍摄特别热，然后听说有演员晕倒，你还好吗？昨天没有人晕倒。有啊，昨天说有群演然后晕倒掉到水里。我不在这边拍，就是在这里啊。我不在这边。你昨天不在这边，你昨天在哪？在那个，你不在，不是在林海湖吗？在啊，昨天不在林海湖。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吗？他昨天在哪？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。我看呀、啊。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。是，因为昨天我，因为我昨天没有在那个组里，所以哦，对，肖老师在尬戏。啊，肖老师在尬另一部戏。是这样啊。肖老师辛苦了。出来是辛苦了。出来了，刚进去什么的。你们俩回去了，你们俩又跑。我们俩来算算谁在这个组里面待的时间久。当然话也不是这么说，王老师还是你这样，是吧，王老师？对，确实是我不好，因为《庆余年》那个戏没办法，太早就签了，所以无法改变了。就我只有尽我自己的微薄之力，然后来满足王老师，就是尽量啊，就是。但是肖老师尽量让自己不影响到王老师。尬戏，但是对于角色的把握啊，就是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还有王老师比较辛苦，就综艺啊，然后拍摄呀、啊，就很繁忙。就是角色的把控啊，还是很好。他就是不会分析啊，拍摄的不会把两个角色给拍摄到一块，离组的次数啊，其实并不亚于，就是你知道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很不容易了。你想，几天没睡了，三天没睡了，也不容易。我觉得，但是王老师特别棒，并没有影响到拍戏，就还是一如既往的稳。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要向王老师学习。一起表演，演。我问题还有一点点，今天在现场就是这样，惨，刚我还被那个柱子打到，惨还是未无限惨。蓝忘机在旁边偷笑，哪偷笑了？啊，明明说，明张胆的笑，明说，魏爷你没事吧？觉得你最近越来越不要脸了，骂我，骂叫你。骂叫你丫的，仗着年龄比我大6岁，天天欺负我。这哥哥王一博，你是人吗？每天扪心自问一下自己，你是人吗？这哥哥就仗着比我大，你哪一点把我当哥哥了？天天你就嘴上把我当哥哥，你行为上也把我当哥哥吗？哎这哥哥有啊，你看哥哥都翘二郎腿，弟弟都不敢翘二郎腿的。啊，兄弟，把那个蝴蝶和两块布拿过来。能不能善良一点？每天劝你，每天劝你善良一点。好的，哥。森贝，哥。森贝，哥。哥。森贝，哥。臭丧逼的。哥。哥。哥。你要纸吗？不要。站好了，陆老师啊。对啊，新伤哎。跳舞跳的，哎，等一下啊，这是新的伤，对，那个桂华嘛，就是我一 solo 的话 ，freestyle 就喜欢用膝盖的，啊，那个，不，就除了那个还有什么？
好，来来，你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哦，对不起啊。当然，亚洲舞王嘛。屁。你俩还是在这里啊？那个现在今天已经拿下跟他们对着嘴了，进来位置先出来，等他回来。在呼吸呀、啊，是在呼吸呀、啊，我在呼吸，惜命，年纪大了就得惜命一点。对，哥，你多注意一下，哥哥，毕竟来了，呀，这个呀，某，森北。对，其实说穿了，其实王一博真的是我的大前辈，就是滚嘞，无论是从经历啊，屁，从年出道的年岁啊，还有都是一个特别大前辈。然后王一博也特别好，然后就是特别照顾我。但论年纪的话，还是年纪长辈。但是年纪不重要啊，年纪不重要、啊。阅历比我高啊，阅历哪有你高、啊？你比我多6年的阅历啊，那就是生活呀，其实无所谓啊。但你是演艺的阅历比我高很多呀，没有，特别好，我就特别喜欢，早比您早出道2年而已，2年呢，而且你加上练习生的时间，特别厉害。我觉得王老师，怪不得跳舞这么好，就一跳舞就会让人觉得想尖叫。但是肖老师，您也有长处啊，您会设计啊。设计有什么用呢？设计很厉害啊！听说您设计一个不是20万吗？哦，对，这个是真的。对啊，肖老师超级厉害。但是有什么？现在也没有用了呀。但是也是您的一技之长啊。但是现在没什么用啊，你总不可能说我现在给你设计，马上给你做吧？你可以以后设计您的品牌啊。这个倒是可以啊。对啊，但是还早啊。但是不早啊。跳舞，但你跳舞，您现在的名气，但你跳舞就可以随时来。王一博，现在来一个，王一博。王一博，您现在的名气，王一博来一个什么？王一博会买啊！王一博来一个，王一博。好累啊，王一博累不？你起的头，您起的头，请你起的头，哥，宁哥，你起的头，宁，您起的头，您起的头，哥，您起的头，宁起的头，您起的头，真的是宁。哥，您起的头。哎，你别闹啊，王一博，你求你放过我好吧。哥，你不起头，我怎么敢起头呢？哥，王老师，你放过我，王老师，哥，你放过我吧，哥。王老师，你昨天不是没睡觉吗？你怎么今天精神那么好呀，你？哥，你放过我吧，哥。对呀、啊，我放过你们2-3天没睡觉了，怪可怜的。你好好休息一下好不好？肯定挺着，我不敢晕倒，不然就会拍耽误哥您的时间啊。不会啊，哥，我绝对不会晕倒。因为我在想你不晕，您放心。因为我在想你不晕，我保证给你搭好戏。你不晕，我也要晕。保证给你搭好戏。没有，是我，因为老胖机就很稳嘛。那魏无羡这边我都是要您的节奏带起来，节奏一错的话，王老师就会凶我。像今天早上就凶我了，然后在现场就直接对我大吼说：“来，我们走一次。”哪有？没有？你怎么没有？没有，没有那么大。然后我当时吓得老师完了完了，王一博生气了，对不起王老师，因为早上那个你知道才来，然后就会有点晕，然后再加上我知道肖老师也很辛苦，因为每天台词那么多，其实是我的不对，真的没有，我应该我没有换位思考，我应该多想想哥您的感受，哥您一大早的那么多词儿，然后又神志不清的，然后就。难免节奏会错一些，神志不清啊，难免神怎么说话呢？谁神志不清、啊？就是会有点晕吧，就可能会有点谁神志不清啊，清醒。怎么说话呢？然后就每天词又那么多，又是大早上的，我确实不应该那样。我因为仗着词儿少，然后就不应该这样的。说哥，你再这样说，我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我这么一想，早上是我的错，我真不应该这样。没有王老师，我真的错了，哥，对不起，太惭愧了。刚2天没睡觉，节奏都如此的稳，那我这个，你知道瞎搞什么呢？我就反省我自己，然后我就来自灵魂深处的拷问。说我这样做对得起王一博吗？对得起他那么辛苦吗？对不起，所以我特别可以理解。然后你们在现场就是凶我，我就觉得确实我没做好。